省议加议加时，是预定在省运会的第一天和第二天举办别开生面、规模很大的三明治品尝大会。这个品尝会由美国小麦协会提供了价值新台币50,000元的高级面包，由40名加值同学负责制作成20种三明治，招待1000名来宾。同时，他们也预定制作2000份三明治，在通道体育场的路边设摊贩卖，廉价的供应选手和观众。